食品安全法当中，我跟你讲的话，的话呢是有八种情，十二种情形都是违法的。您还是严格以这个食品安全法为标准的。啊，对，对对对对，买家反正，所以他就是一句话，食品安全法为标准，以及他派送的法规，对，他为标准，按照法律的规定范围，他是违法就违法。商家如果不打这个狗肉节的这个牌子，不宣传，从刚才我就讲两遍，我要批评你了，商家从来没有过玉林，啊，就是你们认为啊，玉林人没有认为，你这如果你出去给什么呢？你给那些你强加给他们的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您刚才也说有个别商家可能炒作这个，如果今天有，您举例子不举例子？啊，如果今天有人一定举例，一定举例的，对，这结果您是没有的啊，一定举例啊。我就跟你这么说啊，是这么讲啊，比以前有所进步，一定进步，但是完全杜绝的执法对吧？需要一个过程，是要一个过程，就这么讲。那尽我们的能力去工作，刚才讲的话，依法依规。